科阳说书金瓶梅第十二回潘金莲私仆受辱，刘李星掩胜求财。哎，各位观众大家好啊，又我同阿余道一齐同大家读金瓶梅啊，今日读第十二回，咁啊一样啦，我哋十二回会切开几个同大家一齐慢慢读嘅，咁啊就先讲个题目先啦。是潘金莲私仆受辱，刘李星压胜求财啊。诗曰：可怜独立树，知轻根亦摇，虽为露所泣，复为风所飘。锦襟壁不开，端坐夜及朝。是妾愁成寿，非君重细腰。咁啊，中间有啲神鬼嘢，神神怪怪嘢啦吓。咁啊，另外就系呢度可以显示到就系、是、西门庆啦，个为人咧真系冇乜好处。佢似乎阿 Simon 唯一一个好处就系佢对朋友系真系好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对朋友同朋友相处之间就好，但系佢个人嘅私生活啊、屋企嘅嘢啊，即系搞到咧乱七八糟。系啊，而且咧佢基本上咧犯，亦都可以讲咧系大部分男性嘅毛病咯。喺屋企对啲女人啊，一啲都唔客气啊。咁呢个亦都同个社会氛围小弟觉得有啲关系嘅，因为当其时咧系男尊女卑系好极端啊。咁而且咧，男主人基本上咧就系屋企嘅官府，系屋企嘅皇帝，可以做乜都得啊。咁啊，就女人嘅嘅地位真系好薄弱。非常低。呢一回讲得好清楚啦啊。系啊。其实真系几可怜，我哋睇睇发生咩事先。嗯，话说西门庆在院中贪恋贵姐之色，约半月不曾来家。吴月娘使小厮拿马接了数次，李家把西门庆衣帽都藏过，不放他起身。刁的家中这些妇人都闲静了，别人又可，唯有潘金莲这妇人。青春未及三十岁，欲火难禁一丈高。每日打扮的粉妆玉琢，好似唇，无日不在大门首倚门而望，只等到黄昏。到晚来归入房中，餐枕孤，凤台无伴，睡不着，走来花园中，款步花胎。看见那月漾水底，便疑西门庆情性难拿。偶遇着黛毛猫而交欢，越引逗的他芳心迷乱。当时玉楼带来一个小厮，名唤琴童，年约十六岁，才留起头发，生的眉目清秀，乖滑伶俐。西门庆教他看管花园，晚直就在花园门首一间小耳房内安歇。金莲和玉楼白日里常在花园亭子上一处做针子或下棋。这小厮专一献小殷勤，常观见西门庆来，就先来告报，以此妇人喜他，常叫他入房，想酒与他吃。两个朝朝暮暮，眉来眼去，都有意了。就讲到阿西门庆啦，就贪恋啦。贵姐的知识，咁就半个月都唔翻屋企，真系，哇！真系呢一下好过分咯。但系以前佢屋企嗰啲人唔敢 air 嘅，系啊，吓阿月娘可以搵入去接，想接佢翻嚟啊。嗯，揸架 Benz 过去接咗佢几次啦。啊，吓，但系都系死都唔肯翻嚟。啊，咁啊，另外一边咧就阿金莲咧，就呢度佢写就系青春未及三十岁啊，欲火难禁一丈高，系即系生理上嘅需要系佢，似乎生理上嘅需要系佢思念啊 Simon 最主要嘅理由啊，系咁亦都可以睇得出咧，佢哋即系中间其实佢真系建基系一个
身体嘅欲望上面。另外就佢仲有一样就佢哋呢啲女人咧喺屋企入边咧，可以话非常之无聊噶。我哋上一回咪讲到咧，佢只不过同阿曼玉留下捉棋啫嘛。系啊，系啊，听到阿 Simon 翻嚟，哇，即刻要收落雨埋，收柴咁样，系嗯。啊。咁所以可以睇得出咧，其实系咪佢哋当其时真系有个 expectation 就系、是、男主人唔喺屋企嘅时候，你个个乖乖地坐喺度做屋企嘢，做下系，针子娱乐都唔俾、啊，即系你话当其时。你嗰个男女尊卑嗰个个差造异成嗰、那啊，个系啊，嗰、那个 power distance 啊，嗰、那个权力权嘅力差嘅异距离非常大。系，咁好啊，咪望穿秋水啦，日日都扮得靓啊靓咁样啊，但系唔翻嚟都冇用啦，系你啊，扮真得系靓都冇用啊，真系。令人觉得几可怜嘅。以前啲妇女系真系无奈啊。佢哋有任何意見嘅話咧，會俾人鬧佢唔識大體，嗯，但係冇人去質疑男人嘅做法到底啱唔啱。另外呢度佢又就讲到嘅就系见到猫儿交欢，诶 連啲貓叫春都影響緊佢。啊，咁我就呢度就有个叫琴童啊出现咗，呢、这个就系、是、啊。阿曼玉楼带过嚟嘅一个小厮啊，咁我奇怪啲女人嫁时连小厮带埋过嚟嘅，曼玉楼唔止小厮添，仲带咗好多嘢过去，成副家当都搬过去啦。系啊，咁小厮系咪属于个人私产之一呢？睇样似啦。喺古代嗰段时间呢，即系都仲兴呢个呢，奴婢都系买卖嘅时候呢，其实会系将佢当成系一个个人嘅财产，其实系绝对唔奇。我哋都咁。記得啊，阿潘金蓮都俾人買過2次啦，佢俾系佢阿媽。啊，所以当其时仲有一啲买卖嘅陋习咧，变咗人其实就真系可以话系完全冇办法掌握自己嘅命运。你父母将你卖咗，你就唔属于自己噶啦。所以见到佢哋个个喺屋企入边，无论发生啲咩嘢，其实佢哋个个都可以话系唔敢怨、唔敢讲，咩都唔敢。但系当然啦，有另外一啲方法去作反捣乱嘅。咁 其实呢一回其实都写得好清楚。咁其实呢，小弟又觉得呢 Simon 即系佢个人好，即系开头见佢咧做生意咧嗰啲咧好叻啦，但系佢个人真系唔系好仔细。你谂下屋企咁多女人，仲要养个成咗年嘅，其实16岁。都差唔多系及冠嘅年啦，即系古时啲人短命啲啊嘛，咁所以16岁其实好多时候都成家立室噶啦。咁其实就养咗一个成人嘅靓仔下人，哇！咁你唔系自己，即系等于咧你自己开鸡场喺入边养只黄鼠狼，你真系玩啦、啊、你，点会唔自招麻烦啫？咁另外佢自己都有檔案喺度啦，都我而家佢都好似冇交代檔案個年紀同埋樣貌，不過就肯定啊，就呢個琴童咧就啱啱先留頭髮，啊生得眉清啊目秀，乖巧伶俐，仲系係咁，喺身邊服侍緊啲女人嘅，斟茶遞水咁之類，其一实路咧。皇宫内院就一定将嗰啲男人先做咗一啲功夫，等佢做唔到男人先啦。咁 但系似乎喺啲富豪屋企咧，就冇呢一样嘢。未去到呢一步，未去到呢一步啦。咁啊，因此咧就潘金莲同佢就眉来眼去啊，都呢有度其预实料啊，真系。呢、这个其实铺设咗嘅啦，已经就呢度鋪墊咗有一個琴童喺度啦，咁啊跟住係7月份就阿西門慶嘅生日啦。不想到了7月，西門慶生日將近。
吴月娘见西门庆留恋烟花，因使黛安拿马去接。这潘金莲暗暗收了一简帖，交付黛安，教悄悄递与你爹，说五娘请爹早些家去吧。这黛安儿一直骑马到李家，只见英伯爵、谢希大、祝实念、孙寡嘴、常此节众人，正在那里伴着西门庆，扭着粉头欢乐饮酒。西门庆看见黛安来到，便问：你来怎么？家中没事。黛安道：家中没事。西门庆道：前边各项银子，要付二叔讨讨，等我到家算账。黛安道：这两日付二叔讨了许多，等爹到家上账。西门庆道：你贵衣哪一套衣服？稍来不曾，生日都唔翻屋企，哎呀，咁咪唯有吴月娘就搵人去搵佢翻嚟啦，咁啊梗系搵阿潘阿黛安啦，黛安儿啦吓。呢度得意喎，西门好似我哋睇潘啊，我哋睇《金瓶梅》咧，书入边嘅情节已经过咗一年噶啦，系啊，系啊。几快啊！十二回喎，一年啦已经。啊，咁啊，叫阿黛安去揾佢，问佢冇事，梗系冇事啦。屋企好地地，但你留意啊，西门挂住啲咩咧？佢挂住就系、是、诶，阿李桂姨嗰套衫冇带嚟，系有冇带衫嚟俾我换啊？唔系佢换啊，俾佢啊系，佢系送俾人嘅。是啊，即是现在流连在那个香月场所啊，那然之后就挂住屋企啲嘢，就半个月都冇翻过去。喂，咁但系佢半个月佢啲衫又喺边度嚟咧？应该都系家人攞俾佢噶啦。即系喂咁样就喂，仲摆到明系去妓院啊啲私人嘅都算啦。去妓院入边咧盘桓咗半个月，就系、是、咁样，仲冇嘢噶，仲好似咧大条道理咁样。甚至咧，连佢屋企人好似啊，见到阿潘金莲咧，想写信俾佢，都要叫阿黛安偷偷地俾佢。系啊，哇，真系完全冇地位啊！屋企人。黛安道：已稍在此，便向毡包内取出一套红衫蓝裙，递与贵姐。贵姐道了万福，收了，连忙吩咐下边管待黛安酒饭，那小厮吃了酒饭，复酒来上边侍候。悄悄向西门庆耳边说道：五娘使我捎了个帖儿在此，请爹早些家去。西门庆才待用手去接，早被李贵姐看见，知道是西门庆那个表子寄来的情书，一手窝过来。拆开观看，却是一幅回文锦毡，上写着几行墨迹。贵姐递与祝实念，教念与他听。好啦，今日就讲开潘金莲写嗰封信啦。咁啊就写得相当好啊。嗯，这祝实念见上面写词一首，名落梅风，念道。黄昏赏，白日思，盼杀人多情不自。因他为他憔悴死，可怜也，受襟独自。灯将残，人睡也，空留得半窗明月。面心硬，运似铁，这凄凉怎挨今夜？下书，爱妾潘六儿拜。哇，以前咧写家书都一封信喎，得一首词喎。喂，厉害！而家如果叫我去写呢啲嘅话，我系写唔出啦。即系可以睇见咧，文字功夫咧，现代人咧同古人相比咧，真系冇得比啊。嗯，系啊，而且呢啲都系市井人物，仲要系女性，但系都可以随手就写到出嚟。今年咧就俾人哋送咗去官府度训练过噶，佢呢个系培养做歌姬之类噶，所以咧就系应该嗰个嘅。
文学水平嗱，我谂潘金莲系佢咁多个女人之中咧，其中一个好文学嘅女人，呢、这个应该系。其实感觉上似乎曼玉楼都系嘅，但系就好似冇乜着过任何篇幅喺呢方面。系啊，曼玉楼应该都有啲学识教养，即系当然唔会似潘金莲呢被刻意培育出嚟啦。但系真系唔简单。哇，咁但系咧就见到咧，阿李桂姐同西门庆之间咧，李桂姐嗰个态度其实都几放肆，系见啊，到人哋有信就夹硬抢嚟睇。Simon 又唔介意喎，咁其实真系暖间情热啊！那贵姐听不，撇了酒席，走入房中，倒在床上，面朝里边睡了。西门庆见贵姐怒了，把帖子扯得稀烂，众人前把黛安踢了两脚。请贵姐两片笔来，方的西门庆亲自进房，抱出他来，说道：吩咐带马回去，家中哪个淫妇使你来？我这一到家，都打个臭死。而且咧，就令到小弟咧呢一度一路咁睇过嚟咧，就令到小弟咧就谂起我哋香港广东话经常讲嘅一句说话，叫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偷。而家呢个偷嘅好啲，系啊，其实呢个咧一见到有新欢咧，就将自己屋企嗰班咧全部唔记得晒，真系烂啊！呢啲即系呢个咧就系现今我哋啲。后生啲嘅，成日讲话咩渣男渣男，其实就系讲呢啲啦，真系唔得。呢封明明系情信，嗯，咁啊，俾个偷翻嚟嘅，即系外边啲。自然呷醋啦，其实呷醋都系扮嘅，大家都知道呢啲雾水姻缘系啊，风流孽债，其实全部都系用钱去解决噶嘛。其实点会？即系佢开头咧，其实写得好清楚啊！呢个李桂姐咧，佢系担心系会唔会系其他妓院嘅人写信俾 Simon，所以先上嚟抢噶嘛。系啊，咁其实讲真啦，佢哋都知道，大家都系一个金钱嘅交易啦，吓。咁又你话如果话会呷醋，小弟又觉得唔会，但系似乎呢啲全部都系手段咯。所以跟住落去扮嬲啊，啊！扮扮嬲，嬲，系啊，手段嚟嘅呢啲全部都系。咁啊，跟住就呢个扮嬲，其实就都系噶啦。你对个咁啊，你代整整，即系你咁中意佢，咁你梗系要表示唔系，我唔系，咁我于是乘机啦啊，要对阿金莲做啲嘢。啊，佢即系仲要。因为阿李桂姐嬲啦，佢咧仲将阿黛安踢咗两脚，哇！真系唔系人嚟嘅喎，以前嗰啲下人，冇当佢哋系人啊！系啊，即系有啲咩嘢要泄愤啊，有啲咩唔高兴啊，话要你跪就跪，要你除衫打就打，然之后咧一个唔高兴，拳打脚踢咁。黛安只得含泪回家。西门庆道：贵姐，你忧恼，这帖子不是别人的，乃是我第五个小妾寄来。请我到家有些事宜计较，再无别故，祝实念在旁气道：贵姐，你休听他哄你理。这个潘六儿乃是那边院里新聚的一个婊子，生的一表人物，你休放他去。西门庆笑赶着打，说道：你这贼天杀的，单管弄死了人。紧着他任麻烦人，你又胡说。即系以前冇权势嘅人，真系过得好惨。系啊，咁因此咧，佢啲猪朋狗友啊，又喺度推嗯，波助澜，助澜。李贵卿道：这夫差了，既然家中有人驱管，就不消唆聋人家粉头，自守着家里的便了。才相伴了多少时，便就要抛离了去。
应伯爵插口道：说的有理，你两人都依我，大官人也不消家去，贵者也不必恼。今日说过，哪个在任，每人罚二两银子，买酒渣大家吃。于是西门庆把贵者搂在怀中陪笑，一递一口而饮酒，笑倾拿了七盅茶来，馨香可掬，每人面前一盏。英伯爵道：我有个曲儿，单道这茶好处。朝天子，这细茶的嫩芽，生长在春风下，不抽不采叶而渣，但煮着颜色大，绝品清奇，难描难画。口里而常时呷，醉了时想他，醒来时爱他。原来一儿千金价。系啊，咁其实李贵姐想要点咧？想阿 Simon 听话，大佬你有个温身听话系好紧要噶。咁跟住落去咧，系啊，培养到佢，因为小弟成日都话人系习惯系动物嚟噶嘛。系，你惯咗听话就会继续听话，你惯咗唔听话就会继续唔听话。你惯咗做一样嘢会做落去，你惯咗唔做一样嘢都会继续唔做嘅。所以惯咗听话咧，其实系佢哋爱嚟咧。把持住温室，佢隔篱嗰啲温身门嘅心咧，系一个好好嘅招数。呢、這个心理学上其实都 work 嘅。咁咧，阿 Simon 就话要翻去咧，啊，就直头咧就讲到明啦。仲有边个淫妇写信叫佢翻过嚟，叫佢翻屋企啊？就打镬金嘅佢。喂，咁亦都可以睇得出咧，李贵姐嘅手段真系高明。系请将不如激将啊嘛！你如果自己开到口嘅，咁就冇意思啦，人哋一定唔听添啦。但系你激一激佢，等佢自己做呢个咁嘅决定。所以咧，成日啲人话情场如战场，即系耍个花枪都要耍得靓先得。唉，以前啲市井人物嘅心态啊，真系其实都几得人惊。为了自己的私利呢而不惜呢去伤害其他人 啊不惜去搞乱人家家啊，全部都是为了自己的私利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潘金莲就一封信，其实一封我经常觉得写封信给老公好明显啦、啊，呢封信系花咗唔少心思嘅。嗯，但系喺唔适合嘅场合做咗一件嘢，咁啊，我成日觉得呢啲系悲剧嘅开始，但系呢个悲剧背后就亦都系同人性有关。系，好啦，咁啊就冇啊。当我哋成日都话咧，当一个人在一个绝对的权力，例如一个男主人、啊、大户人家的男主人，他在他家可以为一个绝对的权力，绝对的权力真的会带来一个绝对的腐败、啊、这一句不记得美国哪个说，其实小弟觉得他说得挺对、嗯、所以外国经常说要制衡权力，制衡权力他是避免绝对的权力出现，他是由这个出发点。而我哋中國咧係講道德培養，就係、是、一個內在嘅出發點。係啦，係啊，所以就可以睇到咧中外之間嘅分別。我哋翻翻嚟《金瓶梅》呢度，咁啊中間飲飲食食，跟住就跳過去啦，直接去講翻嗰個有關嘅事就係、是。好啦，咁啊飲飲食食其實都唔簡單喎、哦，佢哋咧又要大家咧就。就行走令又要唱曲啊，又要成真系喂，原来以前出嚟蒲都要有啲文采先得噶，唔系净系好似而家咁出嚟蒲啊，猜下妹啊，玩下骰盅啊。以前咧行走令啊，大家唱下曲啊，大家念下词啊，大家讲下笑话，而且笑话好到位、啊。谢希大笑道：大官人使钱废物。不图这一缕儿，却图些甚的？如今每人有词的唱词，不会词，
每人说个笑话儿。与贵者下酒，就该谢希大仙说。因说道：有一个泥水匠，在院中漫地。老妈儿怠慢了他，他暗把阴沟内倒上块砖。落后天下雨，积的满院子都是水。老妈慌了，寻的他来，多与他酒饭，还称了一钱银子，让他打水准。那泥水匠吃了酒饭，悄悄去阴沟内把那块砖拿出，那水当时出的兴尽。老妈便问作头：此是哪里的病？泥水匠回道：这病与你老人家的病一样，有钱便留，无钱不留。贵者见把他家来伤了，便道：我也有个笑话，回奉列位。有一孙真人，摆着筵席请人，却教座下老虎去请。那老虎把客人都路上一个个吃了。真人等至天晚，不见一客到。不一时老虎来，真人便问：你请的客人都哪里去了？老虎口吐人言，告师傅得知，我从来不晓得请人，只会白着人。我成日，我呢样就要睇环境啦。我哋而家现代人咧，娱乐节目太多，但所以咧就可以借娱乐节目花到多时间去。你谂下，佢哋十几日系成半个月喺个妓院入边，真系不停饮酒都醉啦。中间梗系有啲各种各样嘅嘢，成班猪朋狗友走埋一齐，咁啊聚埋一齐嘅话，咪大家讲下，你讲下古仔，佢讲下嘢，就一样啦。系啊，其实讲真，不停咁饮酒啊，唔好话醉啊，会闷噶。不停饮酒嘅时候，梗系闷啦。啊，所以咪要搞啲嘢咯，包括啊讲下，所以。又行下酒令，即係其實一樣啦。我哋就算喺現代時，你聚埋一齊兩三個鐘頭，你都好難過啲時間。如果冇特別嘅活動嘅話，即係傾偈咧，傾幾個鐘頭係得嘅，但係十五日半個月啊嘛，十五日其實小弟試過啱啱出嚟做嘢冇幾耐咧，我同個同事咧就一齊兩個人聯決咁啊去出差啦。去北方出差，咁其實咧一開頭嘅時候咧，大家咧就每次搭親車啊、船啊，都雞都唔斷好多嘢傾。但係當你過咗兩三日之後，你會發覺好似傾得嘅嘢傾曬，係啊，尤其是係同事唔係好熟。咁所以咧，即係我哋古往今來咧，其實飲酒都係一定要有好多活動噶。係啊，你嗰陣靠。傾偈靠飲酒，其實咧唔係一個咁開心嘅事，一定係好多活動，有好多遊戲玩啊，係啊，咁而即係對成年人嚟講，好多時候飲酒有女伴，亦都係一個非常之重要。呢個係真係男人嘅心態，冇辦法。滿足口、手、味覺、嗅覺各方面嘅慾望，咁啊呢啲慾望其實整下整下會慣㗎。是啊，而且咧讲真的，我哋成日有讲一个叫 marginal satisfaction 啊嘛。系啊，系啊，即系呢啲咁嘅嘢咧，其实如果做得多嘅话咧，其实会厌噶。所以就好多人咧，当年纪开始年长嘅时候咧，个人越嚟越成熟嘅时候咧，好多时候就会放弃咗呢啲咁样嘅声色犬马嘅生活。去系 Simon 仲未啊 ，Simon 廿零岁未去到啊 ，Simon 未去到呢个地步，所以譬如好似而家我咁样，日日都退咗休冇嘢做，得闲喺度，咁做乜咧？咁样，咁而家我追求紧嘅另外一种嘅快乐咯，就系睇唔同嘅嘢，系咁同埋咧可以同人分享咯，啊，录片其实一个分享嘅过程，咁啊，上网睇睇嘢咁啊。其实上网睇嘢就而家，譬如啊喺 YouTube 之类睇开咩，佢不停咁塞同类嘅嘢俾你睇，睇得下你都会闷嘅，要揾新嘢去
刺激自己，咁一樣樣啦。喺古時都係咁一樣樣啦。咁佢哋飲酒嗱，另外咧，佢哋不停咁飲酒，佢哋酒嗰個濃度咧，應該就比我哋而家今日嘅濃度低好多嘅。其实要呢度又冇好详细讲佢饮咩酒，因为如果喺中国嚟讲嘅话呢，应该系北方系白酒居多嘅，南方呢其实就应该系饮黄酒居多嘅。咁当然大家会有穿插啦，吓咁啊，北方饮酒呢个浓度会高啲，即系如果北方喺白酒，唔知阿叶 Sir 有冇饮过啦？北方喺白酒吸啊，一般嚟讲都会系30几度以上。系啊，啊！但系饮落去好过瘾，系好过瘾。咁 咧就南方咧，如果系饮黄酒啊，即系啲花雕啊嗰啲咧，绍酒嗰类咧，咁其实10零度嘅啫。系啊，咁所以其实你话同西方比较，咁同红酒白嗰啲差唔多咯。北方嘅白酒就会同白兰地啊、威士忌嗰啲差唔多咯。咁啊，啊，甚至仲有啲烈嘅同有摩啲卡差唔多。烈酒就可以追上 Walker 啦。系啊，有一啲。即系烈嘅高粱酒，其实系从 Vodka 嘅度数系差唔多。啊，我仲记得小弟记得好细个嘅时候呢，我老豆有支茅台，我哋曾经呢系倒过啲茅台出嚟呢点火噶，系点得哇！着噶，点得着。茅台好香。系，咁当然啦，今时今日就如果即仲有呢一支茅台喺度，我就唔舍得点。几千银一支。一匙金茅台嗰度都几嚿水啊，大佬！啊，咁我哋咧就讲完佢呢啲之后咧，咁啊冇啊嗱，阿桂姐挑挑拨拨，咁啊自然系想，喺 Simon 心中占个高啲地位，咁啊一个占高啲地位有几个办法，一个就踩将其他人踩低啦，呢 个容易过将自己提升，自己提自升啊己难。系冇错，因为自己系咁上下高噶啦，提升自己需要费嘅功夫多好多噶。咁因此咧，既然有封咁嘅信喺手咯，咁啊借题发挥啦。不啊，过咁其呢实个呢度除咗李桂姐之外咧，我亦都咧。睇到佢其實都有啲篇幅係描述翻阿 Simon 佢嗰班所謂兄弟系。嘅，哇！呢班兄弟即係除咗咧把口叻之外咧，起碼睇到一樣嘢，身上面冇錢嘅，係啊！俾人哋串佢話：喂，你淨係嚟白食，講攞個笑話笑佢話你淨係嚟白食，唔識請客嘅咁樣啊！佢話：好啊，我請客。但系咧，你见佢咧，每个人攞出嚟嘅嘢咧，都系得啖笑咯。当下把众人都伤了，英伯爵道：可见的雁门只是伯爵你家孤老，就还不起个东道。于是向头上拨下一根闹银以划而来，重一钱，谢希大一对镀金网巾圈，称了称重9分半，足实念咒中掏出一方旧汗巾儿，算200文长钱。看字别，孙寡嘴腰间解下一条白布裙，当2壶半酒，尚此节无以为敬。问西门庆借了1钱银子，都递与贵兄，自办东道，请西门庆和贵姐。那贵兄将银钱都付与宝儿，买了1钱猪肉，又宰了1只鸡，自家又赔些小菜儿。安排停当。系啊，甚至咧，哇，有一个仲夸张，阿祝实念攞咗一个旧嘅汗巾儿，咁样都吓夹埋其他嘢，咁样当200文钱。哇，其实讲真，佢啲经济状况系真系差得好紧要。系啊，咁所以咧，我哋见到系啊。一嚟到啲嘢食啦，啊，作者咧就串呢班人啦，前世好似未食过嘢咁。大盘小碗拿上来，众人坐下，说了一声冻住吃时，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但见人人动嘴，个个低头，遮天影日，犹如黄锐一齐来，挤眼绝肩，好似饿奴才打出。这个抢风绑臂，如经年未见走和咬，那个连三筷子，成岁不逢言语直。一个汗流满面，却似与鸡骨秃有冤仇；一个油抹唇边，把猪毛皮连唾烟。吃片时，杯盘狼藉，啖顷刻，柱子中横。这个称为食王元帅，那个号作正盘将军。酒壶翻晒又重斟，盘盏已无还去探。正是珍馐百味片时忧，果然都送入五脏庙。系啊，个个搏命食，搏命食，又有好嘢去搏命食。哇！呢、這个真系将个市井之徒嗰个嘴面咧，一般人嗰个嘴面，其实真系描述得咧，可以话淋漓尽致啊！吓，仲个个封晒佢做官、啊，系啲咩咩食王元帅啊？系啊，正盘将军。甚至咧，连主人家夹咗佢送佢，都抢埋去食埋。喂，而且更不堪地咧，系佢食完嘢啦，跟住咧，即系饮完酒啦，跟住就偷嘢、哦。当下众人吃得个净光王佛，西门庆与贵姐吃不上两盅酒，拣了些菜蔬，又被这伙人吃去了。那日把席上椅子坐折了两张，前边跟马的小厮不得上来吊嘴吃，把门前供养的土地翻倒来，便勒了一抱故谷都的热屎。临出门来，孙寡嘴把李家明间内供养的镀金铜佛塞在裤腰里，应白着推斗贵者亲嘴，把头上金铎针儿弃了。谢希大把西门庆穿线而藏了，捉实念走到贵卿房里照面，留了他一面水银镜子。上次折借的西门庆一钱银子，竟是写在飘帐上了。原来这起人只伴着西门庆玩耍，好不快活。捣乱偷嘢咩？将啊门前供养嘅土地翻过来。咁然之后喺嗰度屙屎，真系唔知点谂。咁然之后临出门嘅时候咧，孙寡嘴就偷咗个镀金铜佛，应伯爵咧就偷咗阿贵姐咧头上面嘅金簪。咁唔单止偷主人家嘢，谢希大仲偷咗西门庆把扇。喂，你翻咩人嚟噶？好劲！借醉行凶，即系饮完食饱，于是就大家喺度互捣乱，有少少即系玩无可玩啦，咪走出去啊！呢、這个土地公系啊，嗰啲系捣乱啦，但系跟住系偷嘢咯，咁真系好得人惊嘅呢班人。正话揞个嘢出嚟俾咗嘢啦，咁啊而家咪一定要回笼啦，咁于是咪喺其他人身上偷咯。咁所以 Simon 虽然对呢班人咧，即系吃喝玩乐拉埋佢哋，起码当系酒肉朋友先啦。呢班人其实点睇 Simon 咧 ？Water fish 唔系，佢哋系啊，直情系水鱼，水鱼嚟噶，直情系。我觉得 fish 啊，我嗰本嗱有事时咧，我哋后边读即系嗰个西门呢本书去到嬲尾时啊，西门庆有事嗰时咧，啲猪朋狗友。是走啊！销声匿迹，系销声匿迹，一定销声匿迹啊！有事就，所以呢真系猪朋狗友嚟。所以我哋成日讲话患难见真情，真即系你其实吃喝玩乐嘅时候，有边个唔系朋友嘅？但系患难嗰刻先至真系睇到真人，人同人之间真正嘅感情系、哇！总之呢一度其实好恐怖啊！我见到呢班人所做嘅嘢咧，描述佢所做嘅嘢真系好恐怖，亦都可以睇得出咧，作者对人心了解嘅透彻，同埋咧对市井之徒咧，即系虽然佢系读书人，但系市井之徒嘅
陋习其实佢都系好清楚。呢、這个作者好犀利，应该系当其时咧。如果以今时今日嘅说话，佢应该系一个社会学家嚟嘅。有思为证，公然掩袖未如奴，乘轻闲来可暂留。若要死贪无厌足，家中金若教谁收？好啦，呢一集就到呢度先啦，咁我哋下集同大家再见啦，拜拜。